物流转，调教生命的罗盘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。若复有人服侍佛塔，或十功德，何等为十？一、色相圆满；二、身体雍直；三、音声微妙；四、远离三毒；五、入无虫刺。六，种族最上；七，崇贵自在；八，命中升天；九，体离垢染；十，素正圆寂。如是功德，服侍佛塔，或有私报。那各位就要尽量从你日常生活里面转化自己，不要再自私了，都想着别人。我们要做供养，各位为谁做供养啊？为众生，不是为儿子啊，不是为爱人啊，为众生。这个叫发菩提心啊，对佛菩萨有信心，对众生有悲心啊。所以我呢，功不唐捐，你用嘴巴念佛声音好听，对不对？你用身体去做义工，身体庄严，你用钱去帮助别人，将来钱多多，这无法避免的果报。所以三宝门中福好修啊，各位你要皮肤漂亮吗？没事就拿个扫帚来扫地啊，你要皮肤更美吗？拿个布来擦塔。不管你要用什么来布施，你用你的身体来布施，绕佛塔，你一绕这个塔就对世界放光啊！你在拜佛，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；你拜佛，众生消业障啊！所以我们是三宝，让我们有机会不断的修福报。若复有人于如来塔欢喜赞叹，或十八种圣妙功德，云何十八？一、种族尊高；二、形象端严；三、圆满雍直；四、见闻欢喜；五、资财无量；六、眷属广大；七、远离散坏；八、尊贵自在；九、恒生佛土。十，声誉遐布；十一，美德赞颂；十二，四世丰足；十三，天人供养；十四，德转人亡；十五，寿命延长；十六，体坚金刚；十七，命中升天；十八，素正圆寂。
如是功德，欢喜赞叹佛舍利塔，获思圣报。所以各位，佛像庄不庄严？紫云阁庄不庄严？啊，你随时啊，阿弥陀佛，好庄严啊！啊，出家师父外表庄不庄严？哦，庄严啊，轻飘飘了。哎呦，走来面成别啊！啊，哎呀，我身上穿了几百万的黄金，都还不如出家师父那件衣服啊！哎，我拥有世间的皇帝啊，几百万个公司，还不如出家人自由自在啊！啊，每天要学习赞叹。佛陀为什么要我们赞叹呢？不要看别人的缺点，要赞叹别人的优点，要看对方的好处。所以各位每天要这样赞叹，赞叹诸佛菩萨，赞叹经典。南无就是赞叹的意思，供养、赞叹、顶礼。南无妙法莲华经，对不对？南无楞严经。啊，所以各位以后你到寺庙，除了供养佛，要供养一切法，你要赞叹啊，南无三藏经典，对不对？一般三藏经典都放在我那个佛像后面啊，我藏经阁里面啊，因为法最重要，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供的华严经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念一下来：正觉佛塔、菩提心塔，这个代表佛的心呐、啊，佛像代表佛的身体啊，经典代表佛的嘴巴，菩提塔代表佛的菩提心啊，所以永远都会摆的。佛像啊，佛经、佛塔啊，哦，佛陀的心脏在这边，菩提道次第啊，从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一直到成佛无间顶相啊。那佛告诉我们，看到佛塔就看到大悲心、菩提心，所以盖佛塔功德大不大？大，绕佛塔、盖佛塔，哪怕一颗米的佛塔都很重要啊。所以各位以后一定要到那些有佛教文物的去请佛塔。然后你最好呢做多一点佛塔送给人家，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一个小佛塔。那有一部华严经，有个佛塔，头佛塔又透明的，代表空性大悲心，里面又装着华严经，开车平安了、啊、要如此。所以各位庄不庄严，那你就得到十八种功德了。赶快念，看到佛像，看到佛塔，看到佛经但是这些我们要介绍。佛经说出家人在家人都要介绍三宝的功德，让别人很欢喜，这个很重要，很有信心。像各位大家都供养，刚刚做了大供养、十供养，快不快乐？升天自在，相好庄严啊！啊，每个人的学佛很快乐啊，所以我们欢喜心赞叹佛，赞叹舍利塔，赞叹佛经，有十六种功德。弥勒，若有人以种杂采而为会士，或负荣柱、金银铜铁铅锡等物，或有雕刻旃檀香等，或复杂以珍珠、罗贝、锦绣之成，丹土、白灰、若泥、若木如是等物，随起立分而作佛像，乃至极小如粒子大，能令见者知是尊荣。其人福报，我今当说。弥勒，
如是之人于生死中虽复流转，终不身在贫穷之家，亦不生于边小国土下列种姓孤独之家，又亦不生名利车等商郭贩吏徒快等家，乃至不生卑贱技巧无尽种族外道苦行邪见等家。除因愿力，并不生彼。世人长生转轮圣王，有大势力种姓之家，或身进行婆罗门，富贵自在，无过失家。所生之处，常遇诸佛，成事供养，获得为王，能持正法，以法教化，不行非道。或作转轮圣王，七宝成就，千子具足，腾空而行，化四天下，尽其寿命，自在同乐。或作帝释，夜魔天王，兜率天王，化乐天王，他化自在天王，人天快乐弥不接受，如是福报相续不绝。所生之处，常作丈夫，福寿永生，亦复福寿黄门，恶行卑贱之身。所受之身，无诸丑恶，目不盲渺，耳不聋聩，鼻不曲利，口不歪斜，唇不下垂，亦不皱色，齿不疏缺，不黑不黄，舌不短疾，相无留影，形不雨楼，色不斑驳，臂不短促，足不瘸跛，不甚瘦，不甚肥，亦不太长，亦不太短，如是一切不可喜相，悉皆无有。其身端正，面貌圆满，发干青色，软则光净，唇如丹果，目若青莲，舌相广长，齿白齿密，发言巧妙，能令闻者无不喜悦。臂肘雍长，掌平坦厚，腰臂充实，胸臆广大，手足柔软，如兜罗镜。诸相具足，无所缺减，如那罗延天有大精力。
所以各位在公司要偶尔供供花、供供水，能够供香、供养供养。在车上摆一尊小小的佛像、佛塔也可以。那上班啦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会有很大的福田啊、那这样以后做起事情顺利。那各位要懂得念一下：改造生命，增加品质，达到巅峰。达到巅峰就是圆觉，圆满觉悟就是佛陀啊。佛陀是人字旁，福代表没有缺点，只有优点，叫佛啊。那成为一个佛陀，那你就能够承办所有事业，因为你有福报，还有智慧。那所以，那我们就要开始积这个资粮。如果你希望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高官显耀，多礼拜佛塔、佛像、佛经，多礼拜修行人、有道德的人，那礼敬三宝，因为三宝是最尊贵的，反作用力，被尊敬，高官显耀啊、你要做有影响力人，做官要如此。所以我非常感恩，那我会产生力量，对佛像怎么样升起恭敬心，不会产生他们是同胎木质的感觉。所以佛像你要思维他的身口意跟功德，而不是他的形象是木头做的或是什么做的。所以这样啊，譬如说看到观音菩萨，你要想到他的悲心；看到地藏王菩萨，按照地藏经地藏王菩萨的愿力，那这样你就容易升起恭敬心，不能一直定在形象啊。请问如何持好菩萨戒？我想不离菩提心，按照菩萨戒的戒条的行为去实践。菩萨阿弥陀佛，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武汉肺炎乃至扩散的问题，那站在佛法的角度，怎么样能够很快的把这个肺炎消除掉？有一部经叫佛说雀瘟黄神咒经，就是如何消除瘟疫的这个咒经，然后它是用黄色的纸去印，这里面就有说到，如果能够念出这七个瘟鬼的名字，那么佛法的加持他们就会离开，然后呢再用五色线绑七个金刚结，甚至又把绑在这个雀瘟神咒放在身上，吊在家里，这些瘟神瘟鬼不会接近。就算说你知道对方有传染病，然后你把这个雀瘟神咒放在你身上，最好再加上这个五色线绑七个结的，就算对方有传染病，你也不容易得到。所以借这个机会要把这个重点告诉各位，但是这七个鬼神的名字我念出来，前面会念个沙罗雀，沙罗雀，沙罗雀是说帮助消除瘟鬼的神王，他集合起来16个就可以把这个七个瘟鬼消除掉。所以我现在念一遍，
那各位就合掌，啊，所以南无佛陀也，南无达摩也，南无僧伽也，南无十方诸佛，南无诸菩萨摩诃萨，南无诸圣身，南无宙斯，经我弟子念自己名字所说神咒，即从其愿，如是神明，我今当说沙罗雀。各位跟我念沙罗雀，沙罗雀，沙罗雀，就呼喊神王、孟多兰鬼、阿雀尼鬼、尼雀斯鬼、阿雀那鬼、婆罗尼鬼、阿毗罗鬼、婆罗尼鬼，即去即去，就是离开离开，莫得久住，那他们就离开了。所以各位再跟我念一遍：沙罗雀，沙罗雀，沙罗雀，孟多兰鬼、阿雀尼鬼、尼雀斯鬼、阿雀那鬼、婆罗尼鬼、阿毗罗鬼、婆提尼鬼，即去即去，莫得久住。那各位呢，看这个录影带，你能够念21遍，然后再把这个神咒经，如果没有没关系，然后又用这个五色线绑7个结。那绑结怎么绑呢？我教各位很简单，这个手指头来绕三圈，绕三圈以后这样穿过去，那就是一个金刚结。所以我再念一遍，那希望各位用悲心经常念来：沙罗雀，沙罗雀，沙罗雀，孟多兰鬼、阿雀尼鬼、尼雀斯鬼、阿雀那鬼、婆罗尼鬼、阿毗罗鬼、婆提尼鬼，即去即去，莫得久住。那还有一个咒语也是叫雀瘟神咒，也叫密瘟神咒，多念，跟我念一下：嗡乌伦尼波扎梭哈，嗡乌伦尼波扎梭哈，嗡乌伦尼波扎梭哈。那各位经常这样念，用悲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慈悲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，触动，行动，真感动。
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第二，贪色为罪，世人罪弊，欲风成形，名为八鬼。贪色就是淫习，前面十习因的淫习，贪淫的人，这种人由造淫业，造了严重的罪过而堕落无间地狱。这个人在地狱里面受罪受完了，从地狱里面出来。出来之后要成为鬼呀、啊、怎么样子成他的鬼身呢？碰到风会成形啊，因为这个迎风啊，所以使他出来之后他遇到风就成他的这个这类贪色为罪的鬼形。这个鬼叫做什么鬼啊？名为拔鬼。拔，旱魃，旱魃就是久不下雨的那种旱天旱的情况。按照古书的说法，有一部书叫做《神异记》，也叫做《神异经》。《神异经》里面有说这个拔鬼啊，大概高两三尺高而已。其形如风，他走路走起来啊，像风一样呼呼叫。所现他所出现的地方啊，必定就会天旱，会大旱，就是不下雨，好像是这个天上要下的雨水啊，都被他洗干了，这种的妖风所成的这个拔鬼，那么因此它会使地方不下雨，这个不下雨，据说就是这类拔鬼所造的，引起的这个情况。不过实际上这只是助缘，地方上的人不修善法，造恶业，遭受到这种的旱魃的情况，那么魃鬼就会出现。假如地方上大家都修善法，善身复威，那么魃鬼也就无从去发展了。第三，贪货为罪，世人罪弊，欲出成形，名为魅鬼。第三种是贪货。